哥，给你商量个事儿。俺嫂搁家了吗？在家了。我有个打算，我先想了想，我跟他商量一下。嗯。我想给头里院弄个直播间。没事儿，哥。全力支持。嗯，你就讲俺嫂听吧，我感觉你说话这话不靠谱的。行了。这不是现在目的着直播吗？你想，嗯。我弄一家咱都长期跟那直播了，然后。哎，你没听见人家都说啥了吗？人家说啥？人家说下回都说都叫你住了，你不去，你不住。你我跟你说完，你听我跟你说完。那嫂子俺俩也不常回去。哎，就是说你搁那弄个直播间，随便弄完了，就是三千嘛，你都占了。我说也没事。那我能跟他说，能回来咋弄啊？你说的。你不管了，俺回去有的是地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今儿个收拾个直播间，好多朋友问我为啥迟迟不直播，实在是地砖不便呐，跟西厂嘛地方太小了，好多东西都放不下，然后给俺二哥那院嘛也是不方便，动不动都会叫我闺女吵醒。本来说是租个院的，结果俺家人都说让我先用俺哥这个院，俺哥也是没同意，今儿个在这收拾一下。我原来打算是搁到俺哥的桌屋，嗯，这屋肯定是不得劲，然后反正是搁到桌屋的，嗯，都床我准备扔了，搁屋东西有点多呀，我也会。这找那个空调，对的，冬天夏凉。这屋还力量呢，你看就有个床，有洗衣机。哎，有洗衣机，这都好使的。你看，还好那种床这儿呢，要不太麻烦了。他还比我厚，比我厚。那咱哥呀，哎，他给小娜说了，他说我要回去了，我本儿也给家，我黑了不给家。配合一口默契啊，一帮扫帚床。简单的起步，我说都能想着，许昌没写字楼工作室，行不？我现在已经到许昌这个梨园旧货市场这儿了。给俺们问了一下，张半截还没有，一天跑到许昌，在这儿看一下能不能跑到一个。一套就是两个车，然后一捆儿啊，然后一捆儿。这是新的。新不新？这得一套啊，便宜点。多少钱呢？一米五零，弄一百八。就是一米五的一百八。一米五的一百八。恁这有那椅子吗？就是拐转那种，老板一人让给那种。新的有。新的有。旧的没有。不能搁一米五，一米五太高了。对，搁这儿，搁这儿行吗？装看了不像回事儿，装了再不像回事儿，那不是白装了。你真穿个皮子。这图面好大呀！放这儿的。咱们要看看这感觉。中。往后这哈就是我新的起点了，新的开始。往后这哈就是我的一个工作室了，该在这儿奋斗了。该弄了，挺有劲儿啊！现在劲儿真足。